单打双打混双一起打，再打两天，对，真的不可以，对，
不会这样弄，我的做法就是这样放，这样比较合理啊。对，哎，对对对对，我团体赛会打一次，把它变成一次，然后我上半年全部打团体赛，然后打两天，啊，全部打超级点，这可以单双单双打，这个仿的那个团体对付的对。一样，跟花旦前一样嘛，没有四人的不一样，四人的双打是同人，单双单双两双，双是二人四的，四个人就是两双，三单两双可同对啦，三单两双嘛，三单两双可同人，那四个人就可以打，那四个人找三个人来打单打，以前都是这样的。还有要打就是上半年全部打，管理不然如果这样，会不会四单一双？四单一双也可以，多的是这样，反正就是四个人就四单一双还是三单？因为双打比较耗时。我跟你讲，我一开始是维持，就是他讲四单一双，不要三单两双，因为你少一双。我半自己要，我要自己做到那边，阿平他妈不要，不要，不要玩掉，我说嘛，四岁开始，我一年半。
后可以转。冲他，冲正手，端中间，好，哎，怎么这么痛呢？不过来想一下，这球，